所欲，眼目下的孤寂。我看着心色匆匆的步履，万物已透明，眼中的闪烁从不露痕迹，真实的幻想如何闪避？究竟做多少防御能抵挡寂寞入侵，又能对荣耀胜败假装不在意？听自己的心，要徘徊还是所向披靡？ So you can watch me now， 打破时空的封印，旋转的对抗着曾经拯救的一切，撕裂黑空洞。